哎，前几天我们装了，就是批了，还差不多，路车、汽车、汽车的那个土鸡，就是土用肉、土鸡品种，然后养圈养肉鸡，然后过来，当时4块钱一斤，现在在这边零售，零售才两天的时间，已经卖了400多斤，然后现在下雨。等天晴的时候的话，反正有几个订单，差不多有几千只吧。然后的订单都是买回去去养的，因为这土鸡品种比较好。这也是现在疫情情况下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收入点，至少不至于让养殖户亏本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很多养殖户都开始这样操作了，亏的少或者不亏，总比4块钱一斤卖着好。给蛋不紧呢？那个要有个蛋。你先别的，先把给我，干嘛？他们都要往外跑呢，捡鸡蛋，又有鸡死了。捡了小半篮子，拿个垫子补。好，给你上。你可坏了哟！你上面就不要呢，你就要自己用的了。自己的。但上面没有。人家学是这样天天。你过把子对吧？然后就往这搞这个。我知道要把自己的。来，我往一边给拽的。啊，你要上面没有？你拿我用上面有啊？就算你给他要的，我提一放，第三天那天我一放，再把它提起来，再把它提起来。是的，我买好吃的，我们买那不吃菜了，又是那个字嘛。我们来不？你看那个，看就是我那个字，真是我那个字。你那字，你还自行做好标志的？啊，你还自行做好标志的？我告诉你，我以前干那些实体字，养的不好看是呢。俺这个一个年纪，要走路指挥，完了狗在就狗路。他走不动，他超过的年纪往。他两眼睛都跑在快。哎，路上。该子正好开始生蛋了，待会好厉害。对，干养什么？对啊，发财。咱不歇歇。等养着没人吃。反正就要不到。没人吃老母子，他人一不值日听着嘛，一不差不多现在生蛋，然后都。一不听的。一不度。一不多了，他过年前的话就差不多有90几天一不停的，然后你想想现在多少，不然怎么可能生蛋呢？我这样待的一千三百，好像没来，一不值二斤是吧？你买这一不值二斤了？啊，我就待那么多次，一不值二斤有。30只吧，三十个，30只。我这带的是大公子，那就挣着。这感情好差啊！你大公子用来吃的吗？好，来，我帮你。你没弄？我给你弄。哎，给上这个，太客气。人家不花，人家干净。但是你们。老师一样的，加再搞一部80块钱，一共80三十大锅，3块嘞。这个老头子根本瘦的。我在那做的，哎呦，你讲别讲，这你们多训练，好吧？去那我带我咋带了？哥，我都带着你走俩，我走俩。那个回头我多训练啊！多少关系？什么东西全部做好着呢？就是你不用操心你，什么情绪感什么的全都打好着呢。哎，对呀。他给我放一好好的。你要是把我吃七个，还是七个？五个母子，我那你要买一个自己给他们钱了，那娃在你们做训农的，搁到自己去。广告牌重新写了一下，被雨弄得乱七八糟的。哎。